是抱着吉他了。啊，帅气！哇，厉害厉害！是个什么中二女孩？哦，帅气！厉害厉害！有请二号赛车手于书欣。我，哎，您看看。没事儿，认怂保平安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对对对，慢慢唱起来。太好了，还撞车，碰碰车，瞬间变成了碰碰车。刮花了，掉漆了，掉漆了。我这边车掉漆了啊，你走保险还是私了啊？哇，你们这个团队还有碰瓷儿的人啊，哇，很了不起啊。还是走保险的好。有请一号赛车手刘雨欣。刘雨欣，炸了炸了炸了！哇！突然拿一个幼儿产品开始推背，是为什么啊？来，哦，赛车神刘雨欣，从哪？哇！哎呦喂！哎呦，帅气帅气帅气！他是唯一一个把车拎到车库的人，对对对，走回去都带着范儿的，是不是？在颠屁股的时候呢，稍微有一点点那个放任了自己，但是后边一直保持得很棒。